这个是飞行的国宝朱鹮。从终南山出来，我们终于要到汉中了。旅游玩，骑摩托车。我们继续骑行了一天，现在天色已经晚了，我们找了一个岔路口骑上去，准备扎帐篷露营。嗨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几岁了呀？几岁啊？六岁啊？两岁吧？两岁。是不是两岁啊？不在啊、不在家，叫别人看到的。那我需要给人家说一下吗？下面说吧，听听。哦。小朋友刚才一个人去放牛，厉害，放两条牛，我刚才看见他，好厉害的。这个上面有一个房子，我们去看一下可不可以住。这几天啊，到山上了。没有，我们就是瞎逛一下了。啊，您吃晚饭了吗？没有。还没吃啊？你院子里一进门为什么要放一个壁墙呢？造壁吗？就像类似于那种东西。这个菜是刚才看着老板去菜地里扯的，两分钟之前，可新鲜了，尝一下。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，老年摩友团。发现一个好大的山洞。
这个山洞要在终南山，那就完美了。到处都是山洞，你看，隧道口也是山洞。他就稍微躺一下，睡个午觉，太困了。这是我们刚才在路上遇到的摩友。你们从哪过来的？我们从西安翻秦岭这样过来的。这里你们是昨天的吗？是今天？初十那天走的。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呀？我们是奔咸地。奔咸地。哦，就西乡。你看看有多大？我刚才听那个叔叔他说你们是七十岁，他说。七十多了。七十多岁。他都七十九了。七十九岁。十三年级。今年是22年，明年都80了。我天，你们刚才骑得太快了，我们都跟不上。我们跟着你们后面的嘛，然后跟不上，我们就在落后了。